我是个好男人。OK 吗？你们觉得 OK 吗？今天来学新的动作，前几节教练都说我完全跟得上，可以给我打多少分？今天500分。今天五百，昨天99。大姐，尊马第102期最新的套路，她第一次跳，太棒了！今天真的天才，模仿大王。我们学下一节啊，我们来看一看有多难。我们第一次跳男节，真的试一下。今天收工了，今天是500分。娜姐做教练吧。老师今天给我带了一些衣服来，然后说下次我跳舞可以穿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我穿。我是个对，每次看我穿暴汗服，老师眉头一皱，然后下面一个小裙子。OK 吗？你们觉得 OK 吗？小白裙子，我的妈呀，还有小白裙子，然后外面一个这个薄纱这样套着。哦，天哪，